獨立歌手泰森 Yoshi 以前是情場浪子，性格率直的他去年接受如一專訪，坦承說曾經玩一夜情，但自從和女友 Christy 拍拖後被馴服便專一男，視女友為終生伴侶。然而近日 Christy 慘被網民狠批樣衰，甚至指佢馬蹄路咁款。Tyson Yoshi 喺 IG 開 live 扯火護女友，好樣衰點啊？好樣衰咁點啊？我中意啊！ Tyson Yoshi 同女友拍拖四年，成日喺網上放閃，不禁女友受辱嘅佢喺直播期間不斷爆粗，出名就要俾人鬧，人紅是非多，另一面係好我都明，但呢件事上我係作為站喺男朋友嘅立場，你試下行下街，拖拖下手，突然有個蒙面人話你好樣衰，之後有一大班唔知係邊條巷走出嚟嘅人叫你企喺度辯論你個樣好唔好睇，睬你都傻啦，現實生活可以直接走。对于女友惨遭网络欺凌，泰森 Yoshi 挺身护花，兼为其他受过欺凌的人发声。他们论点在讨论区可以讨论很多东西，但保护身边人都做不到，怎做男人？我只是好奇，如果心态不够强，企得不够硬，走了怎算？有没有人想过，不是匿在网络背后就不用负责任？韩国已经发生过很多事例，好彩系嗰个人心态好，冇出大问题。呢、这个已经唔系我女朋友一个人嘅事，大家切身处地谂下。泰森 Yoshi 做完直播后喺社交网贴两年前嘅歌曲《I Know You Are Having a Bad Day》，Come on， 有祸等我背，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再模糊的视线也必须撑下去。鼓励女友 Christy 亦喺 Story 贴歌词，兼附上深深 emoji， 指自己喺16、17岁嗰阵第一次被攻击外表，令到佢好唔开心，甚至铲晒所有中学旧相。而家佢都唔再介怀话冇人保护你，就自己保护自己，唔好同其他人夹埋一齐讨厌自己。要相信你系绝对够强大。唔少网民都留言赞佢 ：Christy，you are beautiful， 好正。Pretty.